南投县保利镇公所同彩旗的企业合作，在连续两年期间盼两年的二级桥感染发发通，现场含有铁石农山之息。虽然筹备下组认真放卡摊，二级桥无法突被索去，不过今日早讯，二级桥系顺势被到天台过背，民众没感受到从二级桥宽广下的建设，为地方的观光含个生意行销带来特别的宣传效果。热气球感染发发通，要强制地铁车成日降下来，凭两年的实习，现在也起前个以前都见保利前两年嘅场感染发，农民也掉到同千户嘅成片拿到下来。今天的活动让我们都感受到非常的兴奋，而且可以把我们在地的产业行销出去，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事情，然后达到一个品牌的曝光，然后或者是说透过这样的活动，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个品牌的辨识度。希望呢，能透过这一次嘉年华来提升埔里的知名度。本来安上一套厝三零阿妹，可是本建起的民众天阿妹年喜旧，真正逢场太热，唔合适成功。无奈好签订本年草，该套厨师早上五点半开放，民众总算做得草位，同年喜旧蛋糕、康纳、保利安将的风景。昨天下午的就是对流比较旺盛，所以风就比较大，所以就比较不适合飞行。所以我们改到今天早上，给客人，捐血的客人来搭乘。热气球来体验一下，眼看哈到虎头山，阿拉买菜看到啊，刚好又是分到日出，所以感觉心情足好个安尼。一般热气球感染白发兔，唔但像香烟减热，同时咪有少农特色食食，大草吃当冷热渐渐内个小微喜欢。保利镇公所讲，希望南北很有机会做一盘相关的发兔，为保利身上带来观光同生意的机会。下小李凤琪南投报道。